京郊区一层山下，一个回乡女知识青年，成了饲养北京鸭的能手。填鸭动作简单，但准确性要求较高，每次填食上下不能差一两。在师傅的热情指导下，几个女青年经过刻苦学习，不但掌握了填鸭技术，而且提高了填鸭的效率。他们精心挑选最好的鸭蛋进行孵化，提高出水率。孵化中最要紧的是掌握温度，由于他们对待这项工作兢兢业业，一丝不苟，使出土率由过去的60%-70%提高到80%以上。